我姓白，白宗卫，我在这儿卖画为生，是个念书人。哦，了不起呀、啊，白先生。慢说这几根金条，这两块田黄石就价值连城啊。这样吧，这几根金条算我谢您的，老先生。我要想据为己有，我就不用等您了。拾金不昧，这是应该做的。我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我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你不要就不要哪，你这废话，这不是他们说，这我说的，这是。哎呀，白先生了不起呀，是真了不起。哦，没请教老先生贵姓高明。老朽是齐人啊，姓郭不罗氏，我叫荣元。我的女儿是婉容，末代皇帝溥仪是我的女婿。哦，皇亲国戚呀、啊、老先生失敬失敬。哎，现如今呐、皇上是没有了，我呢天津北京一带还有一些个生意啊，跑买卖。先生啊，我很尊敬您的人品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想请您帮我料理一下生意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老先生，我是个外行。嗯，可以学呀。我看中的是你的人品，就冲你的为人，半壁江山给你都不会有损失啊。哎呦，那难得您器重。好，你现在住哪儿了？宗伟把自己事儿一说啊，一来二去全讲了。那这样吧，你呀、啊、回去跟你夫人讲啊，一会儿啊你到什么什么饭店找我，我带你今天去北京安顿好了，明后天你回来接你的夫人一块儿到北京。不是，我得找我的舅兄。不着急，你一个人找这力量有限，我安排人帮你一块儿找，你看好不好？老爷子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好，那咱们就说死了，我下午等你。老头说完就走了。白宗卫回去跟自己的太太一说，碰见老爷子怎么那么回事。好啊，这是好事，那你去吧。吃完了午饭，归置好了东西，常玉英送丈夫走，顺着大门出来，捋着胡同往前走。这胡同啊六七米远啊，玉英说不尽这万语千言呢、啊、注意身体啊，千千万万的早去早回，到那儿啊跟老爷子好好说啊，看看能不能干，不能干别耽误人家，赶紧回来，我跟家等你，如果行的话你也赶紧来接我。两口子说吧，一直到白宗卫都见不着影子了，常玉英还跟着看着，目送自己丈夫，看着看着猛然间往旁边一错眼珠，这儿站着三个人，正当中是一大秃子，左右站着两个人，歪戴帽子斜瞪眼儿，自己觉着心噔噔直跳，怎么呢？感觉这仨人不像好人，转身就走。来到这儿，进了院，关上门，这仨人可没动。正当中大秃子乐了，哎，这个小娘们可是不错啊，我要和她结婚。旁边两人瞧瞧，老爷，咱们回去再说吧，最近呢风声太紧，哈哈，好不好？好。仨人走了。当天下午，啪啪啪，有人砸门。打开门一瞧啊，当地派出所的警察。刘四这姑妈赶紧迎上来了：“哟，您来了，嘛事儿啊？别废话，别废话啊！你叫嘛？叫嘛？
刘王氏啊，刘王，你倒不叫逃难是吧？嗯，几口人？就一口。哦，给你舍棒子面，给你俩条，领去吧。哎呀，我谢谢您了。那个呢？那个呢？那出来，出来！把常玉英喊出来。哦，您有事儿啊？你怎么回事？啊，您不知道，我们这儿那个租我们家房住的，也怪不易的。啊，行，这给仨，嗯，给仨棒子面条，转身走了。玉英纳闷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大妈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南善堂啊，是天津的一个有钱的人干的地儿，啊，动舍面下舌蛋，没事呢还给发棒子面条。那怎么您是两个给我仨呢？他拿你当寡妇了啊？寡妇给的多。要那么可不要，这我给他送过去。哎，你不吃给我呀？您要吃我给您买，这个我可不要，我给他送过去。派出所怎么走？那是出门就是往右拐，过了前面就没多远。哎，我去拿着棒子面条，他可就出来了。到派出所一说这事儿，您给错了，那这给仨，这我不是，我们有丈夫，啊，有更需要的人给别人吧，嗯，不要管我啊，这我们不管这个，那派出所说这个我们就管发，啊，因为这南善堂是天津的一个慈善机构，啊，好多有钱的人汇在一块儿的，人家愿意发，我们就负责给送一下，你要说退这也不管，你呀，你还是奔这个。南善堂吧。哦，南善堂啊，南善堂在哪儿啊？告诉你怎么走，怎么来，怎么去，去吧。真实心眼子，坐车就奔南善堂了。要不去还好，这一去惹出一场塌天大祸。这位白夫人常玉英拿着棒子面这条去往南善堂退条去。这个南善堂啊，在天津来说是赫赫扬名，也有老人说叫八善堂。为什么叫八善堂呢？天津一共是八家慈善机构啊，把这八家聚在一块儿统称叫八善堂。那么南善堂这个负责人姓杜，叫杜孝山，在天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家喻户晓。这人呢，早先是天津警察厅总务科的科长，犯了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有人走私军火，他给发的执照。这事儿一出来了不得了，可是呢，他跟天津当时的警察厅厅长杨义德两个人关系很好，抹了一个稀泥就把他撤职了。哎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了了之后，他继续在社会上活动，挺有两下子，结交上了谁呀？直隶督办楚玉璞，两人关系非常好，而且呢，从民间筹措了大批的资金，作为军用的军费给楚玉璞，楚玉璞很高兴，拿他当为知己，而且把天津屠兽场厂长的位置给了杜孝山了。在哪儿啊？现在天津大横桥桥的北边一下桥这块儿，现在这个地方叫屠宰场大街，早先叫屠兽场啊，这是一个肥差呀，这差事落在杜孝山的身上。